刘德华放假陪女女，圣诞送物扮神秘。昨晚李连杰成立的一基金慈善晚宴在君悦举行，中港台不少圈中朋友都有来捧场。其中被今期东周行独家披露怀孕四个月的陈慧玲 Heidi 都翘实老公洗美华现身，而刘德华就在大约八点半左右压轴出场。华仔就话啦，嚟紧会放假陪女女，至于圣诞礼物，其实冇乜特别嘅，因为成日都会买礼物噶嘛，咁啊圣诞节都是布置啊，咁你买咗只物俾佢咯，睇系咪真的有圣诞老人咯？你咪圣诞老人咯。不可以咁样话俾佢听嘅。另外，有指最近网民力捧何韵诗做民间特首，直逼华仔嘅民望。我呢啲冇所谓，冇所谓，冇所谓。总之香港好就好啦。